来，我们打色发的位置看到没有？一灯绿，但它实际不是玩色的嘞啊。然后这里也是有飘色发，但它这里呢是扎的一针的宽度啊，所以说这样压灯下去可能看的不太清楚啊。可以啊，这个料子。今天啊要来个美女，这个美女呢是很久很久没来我这边送货了啊，然后她今天联系到我说是有几个好料子啊，我们一起等一下，马上到了啊。大哥。哎，小爱。来了，等了很久了吗？没有，刚下来，中午。不好意思啊。来。记不记得她 ？Hello。小爱。是的，小爱，好久不见，来。好久没来了，你。好久没有来了，来是来是不来，手空空的，都是带来的好东西。好东，这摸摸亮的。对，越摸越亮啊，你说没其他的还没有摸的。这个蓝旗的。哎，飘色发呀，它那色很浓的啊。嗯，看一下，那这料子是飘色发的料子，注意看，它这色就飘的非常的能动啊，这个色发看到没有？它这是飘的绿色发啊，它不是那种蓝的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个料子呢，它是一个蓝旗长口的，看一下这边，欧玛嘞，这是玩什么东西嘞？牌子挂件啊，这是一个小料子，玩牌子挂件的，有冰感啊。它最关键的就是去玩这个色发，看到没有？那色发是非常的漂亮啊，但料子呢比较小，它不是说啊、像有手镯位啊，或者说很大很大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料子的缺点，这个里，那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有个翘壳裂啊，它是这样翘过去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去玩，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吊坠啊，那像这样的一个吊坠的话，在市面上最低也是要过万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它这个飘的这个色花呀，非常的漂亮啊，好东西啊，但对于吊坠来讲是好东西啊。来，我们打色发的位置看到没有？一灯绿，但它实际不是玩色的嘞啊，然后这里也是有飘色发。但它这里呢是扎的一针的宽度啊，所以说这样压灯下去可能看的不太清楚啊。可以啊，这个料子多少钱？这个料什么？我也不多说。嗯，18000嘛。耶，这么低调了。15000。耶。你不要耶了，这个是你也看得到它那飘的色花还灵动的，这个是。你都多久没来给我送货了？对呀、啊，这种价格。不是飘色花，普通花的话，我也不说这个价了。这料子没有手镯位，吊坠，我们就按一个吊坠来算的话，就是我给你个价，一口价。你这么久没来送货了，你不要放个漏啊！好，放漏，多少钱？8800。不过万吗？过不了啊，8800不过万，他才能看到性价比，知道吗？什么叫性价比？就是说，当很多人都能看到，哎，这个东西要18000的时候，我千数买下来，这个就叫性价比，对不对 ？OK， 小爱手上不会有，就是不能的，都不能。呀，来这个，摸摸亮啊。这料子可能呢就不一样了，这个位置有一条裂啊，我们先看它的裂，因为你们不要看，其实他们缅甸人其实很聪明的，知道吗？他们有裂的，看见没有？他用这种东西给你点点点点点点点，那点了之后你看不到，对吧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料子啊，这个料子呢，它是一个摸摸亮的料子，它不是摸弯机啊。你们不要看它是黑色的皮就摸弯机啊，因为摸摸亮的料子啊，它皮壳呢偏黑色，然后这样摸上去会比较光滑，但是它光滑的同时呢，又不是全身都光滑，知道吗？它还是有区别的啊。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料子。这个料子呢，它这个位置有一条裂，我们看一下手镯还有没有位置啊？57567，除去皮壳，5556圈口，但是它这个下面啊，怎么跟你们表达呢？因为它这个裂是这样走的嘛，对吧？这样走的，但它下面的圈口位置会，就是圈口啊会更大。然后这个料子，因为它是摸摸亮嘛，摸摸亮的料子基本上都是有种啊，然后底子呢基本也干净，但是要赌什么呢？要赌它里面变不变种啊。我们先来暂观看，那它这个肉质啊，看到没有？暂观看肉质已经发黑了，证明它的一个种的话是没什么毛病啊，就开窗处的种是没什么毛病的。耶，这个料子真的可以啊，看到没有？你们仔细看啊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的干净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
它非常的细腻啊，也就是说这个料子它的晶体结构是非常的细啊，然后底子呢又非常的干净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它这一片压灯表现都是一致的，来，有手镯味啊，它是一个蛋清底啊，这不是很浓啊，但是呢它总老啊，然后呢又有手镯味，就这个裂把它害了，这里有一个巧克力呢，这样切就这样切的，但是不应该是手镯的，这个下面有这个位置是有手镯的，有一条两条手镯位，两条手镯位，你这开窗开小了吗？开窗开大是大是价格大，但它的价格也要大一点的呀。这个料子它的肉确实非常干净啊，有一说一，但你要说它很好吗？也不是啊，你要说跟几十万的比那肯定比不了啊。这个我也今天我也放了给你，我不要几十万的。你这本来就要不了几十万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你也不要说跟几十万也比不了，比不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。这个料子底子是干净啊，小艾，说实话啊，你这个料子呢，因为它底子非常干净嘛，对吧？然后没有看到什么棉，总呢也够啊。我呢就是说，说实话啊，这个料子就算没取到手镯，我取点牌子挂件，或者说。取点素面的，你像无事牌啊这些东西啊，它也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前提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看一个点价格，价格不多说，五万给你、嗯、五万，对，报价倒不是乱报，这两个料子报价都不乱报。 我来到你这里送货什么时候报过价乱报价呢？就是实实在在卖场中万啊，说实话这个料子中万呢没有乱报，但它始终是一个报价，因为摸摸量它有个特点啊，它呢只要是底子干净的情况下呢，基本上都能雕素面的东西啊，哪怕它里面有点棉，知道吗？它可以雕人物，对不对？最关键的就是人物在哪，就开脸嘛，只要是它开脸处没有瑕疵啊，基本上做牌子做出来是非常干净的。因为像这种摸摸量，它这种开窗的种水来看啊，抛光之后都是有胶感的，知道吧？小万谈，哎，不是小万的货呀，我给你五万真的是实实在在了，小可以小一点，不能小那那么小万的。我给你个吉利数，很好听的数字，多少？这个是八千嘛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成不成交这个都买了嘛，对吧？好好好好啊，这个我给你个吉利数，26800。我这个我都放漏了，你这不看这个面分了吗？这个价格上这么给这么低的，你这样讲讲的，我的这个好，我给你再加一口，好吧？28800。你也别说28800了，我不说了，一口价。因为这个是我已经漏了，这个一口价。3万。成交。好吧，你288003万。差1000多块钱，你看你刀哥也不像钱。对，我知道刀哥不是坑人的，不会磕的。OK， 那就是3万，然后这个8000加3万8。3万加8000等于多少？3万8呀。你数学比较好啊，我以为等于36000。然后这不是36000了。OK， 那这两个料子我们就拿下了啊。这个蓝旗的飘色发的料子8000块钱啊，这个呢。扒完皮，如果说它完整的话，这个料子其实做一个手把也可以的啊。当然，这个要都要扒了皮才知道。然后这个料子，因为它的素面东西啊，素面题材它比较干净嘛。但是呢，它也有特点啊，它起货亮度好啊，对吧？总共加起来啊，38000。稍等一下啊，拿现金给你吧，38000。可以的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记录到这里，有喜欢刀哥的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